知识、勇气，还有成长的信念，这些都是被选来制造完美人类的必要成分。但是玛丽马克不小心在调制的配方里多加了一种成分，化学物 UFO。因此，飞碟有一点就这么诞生了。发挥他们特殊的超能力，玛丽马克献出了他们的一生，打击舞曲，还要对付邪恶的坏蛋。今天你有点无聊吗？有一点兴奋吗？有一点难过吗？有一点想睡觉吗？有一点闪闪吗？有点抓狂吗？飞碟有一点。踊りましょうよありのままの姿でこの日々を予想だにしない方にあるみたい二度もないこの先のビジョン待てど暮らせどじゃ変わらないから踏み出して進め走る一点十分，欢迎来到飞碟有一点，我们要来听听今天的飞碟大首播。It's UFO Radio Number One, UFO Number One, 飞碟大首播。来自于 DJ Head， 一切从头，这是他的全新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啊。从头开始，一切从头。那同时呢，这个也是蕴含着走向尽头的意思。我心中的伤到何时才能彻底愈合，为爱奔波修行还算不算洒脱，如果不爱了对于你我又算是什么，风驰电掣一转身又一切从头，心机的颜色像天空黑色的云朵，森林深处月影在孤独地唱着歌，那天你背对着我什么话都没说，心底的旋律盘旋你想到的什么，我心中算不算
疯狂的车速穿行在无垠的荒漠，伤心如影随行，我极力想要摆脱那浮华，那片风景带无言的寂寞。夕阳之下伫立的山峰孤独如我，为你付出了那么多，你可曾感动过？风在耳边呼啸着，回忆不见了，只剩下寂寞。黑白的风景湖光山色，尽管我们并不是生死间相隔。16分。一个新的月份，10月2号星期一，这里是飞碟有一点，在飞碟联播网，我是玛丽，我是马克。今天你需要帮帮忙吗？新的月份，我需要。新的月份啊，我需要帮帮忙，请说。哦，新的月份你要开问答了，那你差点忘记了。
我的帮帮忙就是帮我去 IG 按赞吧。我发了星期天，我们去的，我发了昨天糟糕一天啦，帮我按个赞。你是要按昨天糟糕的一天自省文章赞，还是发最新的一日店长的文章赞？一日店长文章赞啊，糟糕，一日店长引领了糟糕一天啊。我只阻止你不要再吃冰了。糟糕，真的很糟糕。我从今天开始，我再也不吃哈根的喜健达，直到他找我业配为止。只不吃那家的冰啊？他何其无辜哦！那所有的冰都不吃了哦？要的话不就是拒绝 sugar 吗？拒绝所有的冰淇淋都不吃，打成奶昔我喝。今天你需要帮帮忙吗？02-2363-9955 23639955，或是透过 Telegram 群组留下你的帮帮忙。You're falling dead for me, baby. Yes, I'm all you need. Ride the WAVE, but you can't come with me. Kitoki, mito watashi, kisu iteru, I love breeze. Ride the WAVE. Yume gokkochi no naka e kanchou.You're falling dead for me, baby. Yes, I'm all you need. Ride a WAVE, but you can't come with me. Keep the key, meet the watashi. Kiss you, eat the hour breeze. Ride a WAVE, WAVE. Everything you do to me, WAVE. It's hard to believe.For me, baby, yes, I'm all your need. Ride the WAVE, but you can't come with me. Kitoki, mito watashi, kizuiteru, I love breeze. Ride the WAVE.的时候呢，是为你送上 J-pop 时间。这个女子团体他们叫做 XG， 这首作品叫做 New Dance。1:23，欢迎你继续回来飞碟联播网的飞碟微点，我是玛丽，我是苏小姐的儿子。你不会想当她儿子的吧？我妈真的是苏小姐啊。哦，我也是我的苏小姐嘞。说到 J-pop， 我在群组里面看到人说是速报吗？这个杰尼斯事务所要改名了，要改成叫什么？他没有杰尼斯了，他们要改叫做 Smile Up。哎，这有点难念呢。Smile Up 这个音要怎么念比较滑顺啊？
好像日剧的感觉哦。Smile up， 我可以理解。可是如果要真的念英文，我不太会。Smile up， 会连在一起是不是？你要念英文的话就是连音啊。Smile up， 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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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le up， 嗯， smile up， smile up， smile up， 啊，哈利路亚 ，chance。说到改名，我刚刚发现什么 ？Line Taxi 要改名叫 Line Go。可是为什么要改名叫 Line Go 啊？就是那个想要改变的原因，有点好奇。你说不要再叫 Taxi 了？对。不要用 taxi， 不晓得那个目的跟出发点是为了什么这样子。1:25，02363995，你需要我们帮帮你的忙吗？欢迎打电话给我们02363995，或是透过 Telegram 群组留下你的帮帮忙，也是大丈夫的哟。怎么嘞？我看现在 Line Taxi 它在写 Taxi Go， Taxi Go， 不是因为我是直接看我的那个 Line 的群组名称，上面就叫 Line Go。我看一下哦。立马帮帮忙，这周就要出发关西了，请问从机场出发到京都，哈鲁卡的部分可以先买吗？因为怕出关时间拿不准，因为我也常常觉得那种你一出关就要去搭什么车出发的那个拿不准的，我好像都不太敢先买，就是如果要先买的话一定就是要抓浪一点时间，可是就怕你抓浪你发现哎，出去怎么快，你在那边等又不快乐这样子，所以就当场买就好。等我们这周看能不能成功坐上南港的自由座再告诉你。因为他的问题是我马上就要经历的。对啊，你也是从机场要，因为我没有，那可能要问从机场有直接出发去京都的人。那你之前怎么去？因为我之前都是大阪加京都啊，所以我一定是先到大阪不急啊，然后可能住两个晚上，所以我很好抓去京都的时间，那个买车票是完全没问题的。我没有直接从机场要直接搭哈鲁卡过。可是有差别吗？你从机场不是也要从机场进大阪吗？可是机场进大阪很多方式可以进啊。就是我就不用急啊，这个错过 A 方案不行我就做 B不行我就做 C， 就时间很多可以选那样。哈鲁卡不是也很多时间可以选？我不确定，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直接去京都的那个车次是怎么样。你好，大家好，大家好，你是谁？我叫 Sam。Sam， 哎 ，Sam， 我有一个小忙，你们一定帮得上。来，你们礼拜天下午5点不是有重播的马戏吗？哎，对。啊，我通常在那个时间就是出去玩，回来路上我一定会听。赞哦。然后那个趁月太大声了。昨天又再度的听到同样的声乐，然后超级大声，你们念的声音都快要不见了。是哦。哇，没有人讲过吗？您是第一个跟我反映的。好，其实上礼拜也是这样，我觉得有两三个礼拜都这样了啦。了解，
我懂了。好，非常感谢您的回馈，非常感谢您。好好，谢谢，谢谢。好，拜拜，拜拜。我可以确保你这一周不会发生这种事情。響いてる下り混じりの方が気に入ってるいつまでもブルーに照らされるあれもこれもプレコントロールきっと響いてる下り混じりの方が気に入ってるいつまでもブルーに照らされるあれもこれもプレコントロールうちいろのボートに乗って Not sensation 誰も止まんないような Not sensation 巻き起こせムーブに乗っかって Oh yeah 届くまでやめない Not sensation うちいろのボートに乗って Not sensation 誰も止まんないような Not sensation 巻き起こせムーブに乗っかってI'm not sure if you're going to be able to get the blue in the last letter. I'm not sure if you're going to be able to get the blue in the last letter. I'm not sure if you're going to be able to get the blue in the last letter.きっと響いてる語り交じりの方が気に入ってるいつまでもブルーに照らされるあれもこれもフルコントロールきっと響いてる語り交じりの方が気に入ってるいつまでもブルーに照らされるあれもこれもフルコントロール听到歌曲呢，今天 Anna 的月子桑1:32，这里是飞碟，有一点收到了马克信箱。你除了在周末可以听到马克说书，可以听到马克信箱，就在飞碟联网之外呢，平常你要听新的集数，也可以欢迎你上 YouTube 频道搜寻马克信箱，搜寻上班可以听，就可以找到我们喽。电脑上有毛，哎呀，你也会怕毛啊？你一个随手擦毛的人，让毛不要手拿出来。那些毛就是你自己的，不是吧？最近呢，在亚运会嘛，杭州亚运第19届亚运会，然后目前呢已经比较进入到后半段了，所以有一些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赛事也开始在看，比较在打。然后呢，今天呢有一个最新的赛事刚刚出炉的，台湾呢夺金，但是夺金的方式呢非常的特别，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直排轮竞速？看直排轮竞速，你的心跳是会加速的、欸。我觉得啦，我自己觉得比看跑步还刺激。然后呢，今天拿到奖牌的这个呢是男子组的接力。那接力呢就绕这个场馆啊，一圈一圈的跑，一圈一圈的跑。最后的时候觉得哇，好刺激啊！韩国跟台湾就是不分上下。但最后，韩国拿到了，他们冲过了终点线，然后非常的开心，然后再庆祝自己夺得金牌，国旗也都拿出来了。结果大会的摄影机就打出了字幕说，冠军是中华台北。韩国人没想说，
但韩国人他们还是不相信，他们还是就是已经拿了国旗，还是准备要就是绕场要嗨了。然后你就看到台湾的选手就看到那个大会字幕，想说：“哎呦，是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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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哎，是我们，是我们。”然后再拿自己的旗子，会有这样的差别呢？是因为在最后冲线压线的时候，韩国选手没有压线，他觉得要到了，就是对他觉得他应该远甩我们在后面，所以他就已经。正臂双臂欢呼这样子，他没有用全力冲刺的，他没有用全力冲刺。然后台湾的选手呢，就是用很标准的压线的姿势，就是那种单脚单膝跪地，然后把一只脚伸到最前面，然后最前面那个轮子可以压线那样子，就差那0.01秒。真的是又告诉我们一个真理耶！这个那时候看到的时候，会真的觉得，因为我已经先看到了影片的标题，想说台湾什么差0.01秒夺金这样子，然后我再开始重新看整个过程，然后整个过程就是我还一开始都看错，我一直以为跑在前面是台湾的，就没有想到那都是韩国的，因为他们的制服运动服跟我们颜色其实组成是一样的嘛，红色白是蓝色啊，然后就后来说哈，我一直在为错的人加油啊。然后到了最后，然后主播开始紧张说：“哦，最后一圈，最后一圈了。”所以他们真的一开始有大幅领先，没有大幅领先，就是他真的是蛮松懈，才会觉得好像很甩在后面。是一个领先集团，可是到最后一圈冲刺的时候，还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在，可能没有办法在他视角范围之内。然后直排轮的在竞速的过程当中很奇妙，就是他们在跑的时候啊，你后面如果离你很近的话，会摸你屁股。或是摸你后腰，或是摸你后面，好像让你知道我在这还是干嘛？我不知道那是他们的一个，可能是安全还是提醒，给心理压力，还是因为我没有玩，所以我不知道嘛。对啊，然后可是因为到最后一圈的时候，就没有人在摸他啦，他可能觉得我应该甩你很远了吧？我要赢了思密达。但就一个观众在荧幕前看起来也觉得差得蛮远的，就是不管你直线冲刺再怎么快，应该就是追不上。然后就直到你就看他振臂欢呼啊，然后台湾队也就中华队就是用那个姿势，就高贵姿这样滑过去，所有人包括主播、球赛评，全部都是都是叹气，全部都觉得就是韩国队赢了。对啊。哇！然后后来等到那个字幕秀出来的时候，主播说：“哎嘞，哎，难道上错了吗？”就大家都不相信，因为我们的肉眼看起来就是韩国队真的比较快。然后直到最后就是看那个重播画面，就是有冲刺跟没冲刺，有没冲刺跟有冲刺的那个压线的差别就在那0.01秒。天哪！韩国那个最后一棒，他就这次亚运看到了很多。就是运动员苦练，但是你出错，包括像是在游泳女子游泳上面，女子游泳接力，然后中国在这个地方是很甩，就是亚洲其他国家的，因为中国就是世界级的游泳强权啊。他们在逼蹦，就是跳水的时候，瞬间有一个就跳得特别快啊。快到很夸张哎，他的反射时间只有0.16秒，然后一般人其他所有选手都是差不多0.5、0.54、0.53这样子，他0.16，他怎样？他是可以感受到那个频率不一样，是不是？他预测要按下枪了，是不是？赌那一把，然后最后就是回去重看，然后重看以后就发现啊，你就提早跳啊，那你提早跳你就失格啊，就是原本一面他们一定会拿到金牌，他们在预赛的时候就出局了。然后还有跑步、田径上面也是啊，那就提前起跑啊，拜拜啊。我今天只有看到长城的新闻，那是什么？万里长城。哦，你说11人太多？我跟你说，那些人不会动，不会动哦。那个空拍机想说啊，这是合成吗？不会动，也是因为疫情解封啦，完全不动，好像几秒只能移动一步。一步，你就是站在长城上面。我看到的是他们要去敦煌旅游，然后敦煌不是就是要走那个丝路跟沙漠嘛？沙漠不是一望无际嘛？就是前一阵子台湾有很多艺人去埃及，然后就是拍那些，哇，很漂亮，在那个沙丘上面，对对对。那敦煌上面那个沙漠商旅啊，是一对接着一对，全部都是人，好可怕哦！厉害了，我的国。1:39分。
阿西罗 Stay Here， 欢迎你持续加入我们的飞碟有一点。如果你需要帮帮忙，欢迎打给我们02-2363-9955，或是透过 Telegram 群组留下你的帮帮忙。口ずさむメロディ踊れやしないのに体を蝕んでくグラス片手にきしむフローはさまようように酔いが回り出す、yeah、唇の感触も薄まっていく所有的爱都挥霍，来自于李佳欢。哇，好不李佳欢哦！蜕变，蜕变，蜕变了。1:45，第一个小时最后一个段落的飞碟又一点，我是玛丽，我是欧马克。你好，哇，你在路边哦？哇，这好像在太空哦，在山洞，在太空船上，在飞碟里。不出声就跟你说拜拜喽。叮叮叮，再见，拜。気づいた口癖も止めたい場所、冷めた情熱さりぎは。你真的是告五人粉对不对？不错啊，你真的是对不对？我承认我爱告五人啊。哦、oh, ，OK。我不像你一样，对于自己的喜好都这么难以启齿。不会啊，我都会直接讲啊。是你们要莫，那叫什么？无耻放地，是你们都无耻放地我。好烦啊！欲罪之家，欲加之罪。
欲罪之家，欲家之罪吧。欲罪之家，何患其有？何辞？何辞？难辞其咎？何辞共振、欸？其实很难的。何患无辞？怎么讲？何辞？何辞无患？要随便讲出倒装很困难的，那需要一定的反应力啊！哇，请注意，小心诈骗，接通是国际电话，爱费力哦。是达达还是澳洲的？哎、欸，嗨，你好，达达。哎，晚上好，玛丽好。哦，你好，你是谁？你是谁呢？蔡长你好。蔡长。蔡长你好。对啊，那个下令时间开始，所以现在快台湾三个小时了。哇，澳洲南半球的夏天要来了。嗯，所以说我下班你们刚好开播。哦、okay ，现在是完美的搭配。对啊，好像我们传递会这样不好，因为时间落差大，要打电话回台湾，大家都还在忙。哦，那你从你的工作下班到回家是需要开车很久吗？30分，然后就是先去游泳池游个泳，然后再回家煮饭。哇，好惬意的生活啊！游个泳，回家煮饭，太惬意了吧？休息。没有，其实应该是复健啊，就是那个工伤，之前的工伤，所以那个物理治疗师就是希望我去游泳池做复健。好的。嗯。好的，那蔡长今天有要跟我们说什么吗？今天跟你们分享一个，故事，就是本来上礼拜三要讲，可是打进来已经来不及了，就是不可以用别人的名字，不可以用别人的名字开玩笑。哦，因为就是我国中的时候，就是我们同学姓田，嗯，然后不要说他全名啊，然后他就是姓田，然后因为他我们在每次在学校争论什么，就是像那时候封 NBA 啊或是中华职棒，嗯，然后只要他不喜欢他都会一直跟我们说懒觉了懒觉了，嗯，然后我们班就帮他取了一个名字叫田懒觉。然后有一次就是他妈妈中午来不及放他的便当在那个学校的那个穿堂，然后就拎着便当来教室门口，然后坐在窗口那个同学就说：“哎、欸，懒叫拎妈妈来啊！”不过他妈没有炸掉吗？然后他过来拿便当，他妈妈当着我们全班的面赏他两个大巴掌。哈哈，好伤心的故事哦！他从那天开始都不跟我们班的人讲话。哈。啊、真的好难过、哦，我很不喜欢这种故事。要哭了，不是，就是国中可能就觉得好玩，可是我们真的没有想到说啊，他妈妈来，然后坐在窗户旁边那个同学会这样子叫他，嗯，然后他妈妈听到，竟然是赏他两巴掌，对，是打他儿子，不是打叫他的人。我觉得也没办法打叫他的人吧，就是或者是说，哎、欸，为什么你们要？哦、或是私底下说，是为什么同学要这样叫你？为什么？为什么、啊？我因为最后一节那一天的最后一节课，导师训话，然后我们老师就说：“啊，人家的爸爸妈妈都来了，啊，你们还这样子叫他？”哦，然后他就是一个礼拜没来上课，然后就是回来之后，哦、就是都不跟大家讲话，好可怜哦，自尊心太难过了。对啊，所以本来上礼拜三要就是告解忏悔，对对对，要忏悔一下。好，说完了，谢谢蔡长，祝你们有个美丽的星期一下午。谢谢，不知道田，拜拜，同学现在在干嘛？拜拜。如果他有听到，欢迎他打电话进来吗？对啊，我好奇这个人的人生后来怎么了。君と一緒ならばテレビやビデオダラダラ見るよりガラガラの道をぶっ飛ばして車で車でよぐっと洒落た街まで街までの道のり
朝まで広がった道明かりは彼方へ海沿いの道を風が舞う左手海からは波音が鳴る君は目を閉じてただ耳を澄ます夜景ホテル頬から笑みこぼれ出す月明かりかけた逆に街明かりだけが鮮やかに浮かび上がる目の中にはしゃぐ君見てその隙に何気に励む雰囲気作りに行こうよどのホーリーも西の湾が輝く騒ぐ若者を見つめて後に Yo, match the world again 見渡せる限りあっちこっちで Yo, 散らかる花火いかなり胸高鳴る積み重なる夏の夜と君と俺の愛を合体中まさに真っ最中を越えて俺らここで車飛ばし二人まったり中日の沈み